我就让同事回去先找那个增援，然后拿点什么工具过来。我一个人嘛，先牵制他，然后增援的警力呢也后面随后赶过来了。赶过来的情况下，我们就把他就是带到一个就是相对密闭的一个空间，就是一个星月洲，我们那里一个星月洲大酒店的大堂。如果他这时候在一个冲动冲到桥箱里面，桥箱里面的人都没出来，这还要恐怖，造成的结果就是还要危险。危急时刻，朱警长冲向前，徒手架住男子的双臂。搏斗中，朱警长被男子砍中头部，瞬时鲜血直流。幸而在民警和群众的合力之下，男子最终被按倒致死。